大家好，我是阿奇，今天要来开箱阿布玛利亚生日会所得到的战利品有哪些。首先呢，入场每个人都会得到这个2023年的年历，然后这次阿布玛利亚的生日会主题为结婚典礼，所以呢，这次阿布玛利亚的造型是以新娘子的造型，很漂亮的阿布。然后呢，这个年历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，我觉得这也很有收藏的价值。然后，另外需要购买的限量周边呢，就是这个阿布玛利亚的婚纱照的钥匙圈，在镜头的这一边有他穿婚纱照的整个样子的人形立牌，我把它放在这边做装饰。这样，来，我要开箱由玉野和开开频道所做的应援活动所发的应援小物。我们首先呢要给大家看装这些应援小物的麻布袋。这个呢设计的概念呢，就是阿布去富邦悍将的主场开球，当天呢是太古达人周的一个装扮。这边小物是阿布玛利亚 Q 版造型的蜂糖饼干，这个 Q 版呢都会在木曜的节目里面被广泛使用，并且还会出公仔哦，然后还有一些 T 恤上面都会有阿布 Q 版的造型哦。接下来呢是主视觉的贴纸，里面呢有赞助商啊，还有预约开开频道的宣传啊，还有记得订阅阿布的频道哦。这次主视觉呢就是要庆祝阿布玛利亚27岁的生日哦，里面还有这个可爱的阿布造型 Q 版的所有的造型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型呢？因为阿布的老公就是雷神索尔，这个阿布真是太 Q 太可爱了。对的，这边还有他穿婚纱的造型的 Q 版哦，很符合这次生日会的主题。接下来这个小物呢是阿布玛利亚这次主视觉的婚纱照的造型小卡。造型小卡呢很符合这次生日会的主题，然后后面应该是有一只翅膀，很像天使的感觉啊。最后一个应援小物呢是阿布玛利亚穿婚纱造型的笔哦，这个笔呢有很多颜色，这次我拿到是绿色，大家看一下哦。
过你永远是输的。你要一起去，一起，跟谁？跟谁拼了？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辛苦了。